大家好，我是户外观察 Starkey， 我是艾智。今天天气挺不错的，星期六。虽然疫情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，但是相信它一定会过去，然后生活还要继续。日本的溪流从3月1号，我这边的溪流已经开始解禁，今天就先去初探日本溪流，看看我们是否能钓到鱼吧，好吗？好的。现在来到了距离钓点不远的一个公路休息站，补充水分，然后出发前往钓点。山里面现在虽然没有下雪，但是之前下的雪貌似还没有化完，应该还挺冷的。我也加了一件衣服。嗨，行きましょう、楽よけ。现在是日本时间5点了，已经下午4点50分了。今天钓了一天，以这个五十岚川为主流的守门川，上午钓的。然后现在上午完全没有任何反应，那个溪流很漂亮，但是完全没看到任何鱼的影子，因为我带着偏光镜嘛，理论上是能看见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如果是国内现在像重庆的话，应该大概4点，从这边快一个小时。但是重庆的话，如果是太阳快落山，月亮刚出来的那一个交接点的话，应该就是我们传说中最好的窗口期，会看见各种鱼面的反应。今天的话可能温度还是比较低吧，今天只有1度到10度，因为阳光特别好，一点都不冷，和中国我在国内看到的颜色不一样，这边是黑色的浮游。我还看到了一些很小的像蚊子一样的虫，但数量非常少，而且你看现在水面上也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如果再钓的话天就完全黑了，安全第一吧。相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年暖冬应该最近这几场太阳，山里的熊都该冬眠结束了，以防万一吧。今天就准备要离开了，目前水面依然看不到任何的动静，待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，撤退吧。月亮都出来了，这里现在所剩的天鹅已经不多了，也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暖冬的影响非常的大。以往很冷的时候，两边都是白雪皑皑的，然后水里边有很多的白天鹅，但现在白天鹅已经这么少了，说明它们应该都已经走掉了，这个冬天已经完了，对吗？不要这样，抖一抖，动一动的好不好？你给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